请不要出示站台外乘客拉客人员，以免上当受骗。该名乘客的出租车存在以下，即在歌声会、假发票等违规行为时，请及时拨打交通运输服务监督电话123-28，谢谢。 师傅，你到了吗？我还没有，我这下来提车呢。我看我的车在这儿被其他车堵上了，现在过不去了。嗯，大概要多久？不是，我现在找其他车，把车把他的车挪开。我这车给里边堵着了，我现在稍等一下，我看能不能找到其他司机，让他把车挪一下，我这车堵里边了，不好意思。好。 Ahem.